啊，我安尼讲诶时阵吼，阮母娘就讲，哎，袂使，啊，你结婚啊咧，啊，搁两个囡仔咧，两个囡仔搁细汉吼，一个3岁，一个5岁咧吼，啊，搁细汉袂使吼，伊讲伊要来开安尼吼，啊，伊当时也袂娶某啦吼，虽然有一个交往诶女朋友吼，伊也袂娶某，啊，伊讲伊要开安尼吼。啊，所以说我决定伊来开枪。啊，这支枪呢，由这个黄金米哈，放在伊个手提包哈，啊，摕去旅馆交付伊安尼吼。啊，我的任务就是讲，假做哈，啊，伫旅馆头前哈，来发传单哈，啊，来看这个情形暗号就对啦哈。啊，所以。你当时去到这个旅馆的时阵哦，黄母娘有去观察地形啦吼。啊，你当时那时候有一个所在赛沃在修理吼，啊，伊佫计时一日，所以时间有较慢啦吼。啊，我徛伫这个旅馆的大门口吼，啊，就看到两台乌头仔车吼，慢慢驶来咧吼，啊，这个乌头仔车。我看真清楚，吼，将近五十里，乌头仔车的后座，吼，后壁内底，吼，啊，了呢，就有人来开门啊，吼，啊，伊就慢慢呢，行向旅馆的大门，吼，我当时旅馆头前拢是整理人员，吼，因为伊有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警察便衣的，吼，啊，有纽约州。便衣警察，啊，有迄个穿迄个服装的警察，啊，搁纽约市的市的这个警察，哦，这人搁足济啦嘞吼，啊，搁伊家己查的保镖的吼，拢是这的人啦吼，啊，伊就慢慢行向旅馆大门，啊，旅馆的大门有一个旋转门一入去吼，啊，内底啊搁有一个旋转门。啊，黄母娘伊时间较慢一丝仔，伊到诶时阵吼，伊就惊得要到迄个旋转门啊吼。啊，黄母娘当然着开枪啊，吼，啊开枪，伊手举起来时阵吼，伊徛伫伊隔壁，就是迄个纽约市诶一个穿制服诶警察，啊，当然警察受过训练啊吼。伊看人手举起来吼，手举予迄个警察弄起来吼，即个枪支弹较悬啦，弹伊头壳至少20公分啦，吼，啊无迄个鼓励是真短吼，鼓励了8到9公尺吼，凊彩拍嘛着咧吼，啊黄文良是伊是做宪兵的吼，伊讲伊即个短枪的训练有训练过吼。啊，当然我海头啊嘛是有训练啦吼，所以拍枪毋是问题，主要是互伊警察弄着吼。啊，因为警察看到伊弄着的时阵，枪支开开了，哇，就大乱啊吼，就知影有人开枪安尼。啊，警察将黄母娘饲咧涂骹，哇，黄母娘当然是互饲咧涂骹吼，起无歹的吼。人遐大丛吼，3、4个拢甲缀咧吼，啊伊人真细汉哦，比我较细汉吼，啊瘦瘦安尼吼，警察遐大汉甲缀条，伊就弄警察的棒就爬起来，徛起来安尼吼，伊讲让我徛咧吼，像一个查甫人安尼徛咧，你莫甲饲咧涂骹咧，吼，啊所以真侪人引用伊讲的一句话啦吼，讲人民stand up like a man 安尼吼。啊，了后呢，都无机会开第二弄枪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都开无成功。啊，因为饲伫涂骹吼，啊，我伫边仔附近尔吼，啊，我无事过，我就冲我去啦吼、哦。结果警察猫一下吼、哦，我的目镜破去，啊，我头爷啊流血吼，啊，结果迄工流血，干呐我咧。哦，结果我头壳遐提5、6针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这是大概的情形啦吼。
啊，出来就是啊，佫有即个掠去了后，哦，咧开庭，安那开庭，啊，开庭了后，我安那走去水电哦，这故事啊，佫真长啦吼。啊来，咱真感谢这个郑秀才英雄啊，啊，你讲郑上是有关1920年以后，那这栋厝。政府发展，讲到尾啊，是我讲哦，将来台湾这条路，干那只有靠咱法律结构会，甲咱台湾的政府努力向前走。大家爱有这款的心情，在伊的鼓励之下，咱来共同来拍拼。啊，这个演讲中间啊，我要做一个补充。这个补充是讲，因为吴文雄甲郑秀才先生的勇敢甲牺牲，才引起李登辉的出头。哦，因为发生迄个案件以后，迄个时阵啊，我正当是咧担任李登辉先生李登辉教授的研究助理，啊，然后伊就接受工作。不断的这个调查甲督察，啊，即摆倒来就调翻遐，甲无来讲，啊，我一工甲人去互传讯吼，去问话安尼，啊，但是我知影讲，怎样讲，你对伊做一个调查讲，不管呢，是安怎，伊同吴文良是好朋友，啊，这个吴文良来甲我刺杀，啊，你认为倒来台湾你服务，啊，比较开始，听了讲，哦，过去是参加参加台湾共产党过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然后过去个研究做了真好，啊，对伊足密切个做调查，然后才连续个升官了去，马上对以前升组长升农学会顾问，然后是民国了一年个时，五月二十，伊就担任个政务委员嘛，哦，对才开始去留一只出头，然后咱头先伫即个我看到内底讲1990年。李登辉担任总统，迄时伊第一遍选，伊伫1988年1月13日就接蒋介石吼，啊来做两年的总统，才选举安尼。这是第一点，我去补充的啦吼。第二点，这个吼，台湾人确实较刁滴，较戆渣面。这个林志玲讲，你个人讲，你台湾人足戆的吼，我都了解足济家己的代志安尼吼。你来讲。这个1990年的时候，突破海外的黑名单，足济海外大陆运动，才陆陆续续要突破黑名单，要回来台湾。我伫1978年的时候，四月的时阵，来三四月，原来是这哈鲁沙妹吼，一直咧落的时阵吼，迄个张金策张金策先生啊，伫康奈尔演讲的时候，一场演讲，鼓励足济人。在场，因你听伊讲，伊连听来是较济人啊，吼、哦，两三百啊，吼、哦，就看下，就是讲迄个伊萨卡吼，伫迄、个李登辉读册迄个康奈尔大学，伊萨卡是足水个所在，足济台湾东洋会人，啊，甲各所在伫即个附近一点钟、两点钟驶车来到伊，伊连去张金社会来做一场足大型个演讲，所以吼、哦，足济人后国民党后左派后右派吼，哎。张金策讲两点钟，讲要爱独武力革命，甲共同引导安尼。啊，我迄场的内底，我甲讲，我讲，演讲了，我甲讲啦吼，因为我有甲讲，即、這个武力革命伫台湾是较无阻力点啦吼，讲应该鼓励咱所有留学生，爱尽早读完册，都爱赶紧倒来台湾，教育，也是讲做工课，然后传播。台湾这个反抗，这个国民党这个势力力量嘛吼，啊有这个观念。我想着讲，到1990年，经过1978年的时候，我甲因安尼讲，当迄个时阵，我嘛写足个批给台独联盟吼。我头先有甲你报告过，我唔敢到纽约州，因为我纽约州州立大学咧读册，我拢走去南部，也是走去东部，也是走去西部，去宾州啦，去。弗吉尼亚啦吼，是讲去迄、那个马士丘士茨吼，才去投迄个批，讲恁应该鼓励大家等于台湾占位，毋是说
美国讲，我要甲你鼓励，等于美国这样，你要拍拍袂到位啦。哦，你的宣传无到到台湾啦。我嘛讲，你拄仔到菲律宾迄个设一个吼，那么迄个电台对台湾公布，哦，传播你台湾独反对运动的这个消息，甲这个做法安尼吼，安尼才是。啊，然后迄、那个无想讲吼，经过十几冬，咱的这先进啦，台湾的这反抗运动的先进啦，才开始讲。看乌鸦带转来，但转来时，伊阁想唔到呀，阁去创选举。所以你看，咱1920年甲即当阵的时吼，台湾人唔是无精英，唔是讲无思想，唔是讲无能力，但是拢行唔着路，行冤枉路。所以咱即摆行着正确的路，我希望咱大家追随林志升吼，啊追随迄个曾仲谋老师，大家继续向前努力。啊，感谢曾老师，甲咱讲这场真尔精彩的演讲，我做足是即大家的补充，给大家做参考。谢谢。各位先生，我是在迄个平湖洲的参议员，我叫林和国。我对这款演讲吼，我有五点的心得。我对后面先讲，因为后面较简单。第一，以后咱的称呼莫用同志，因为这是共产党的用语，咱爱用共心。共心的就是心是疼土地，同志是目标，伊的目标拢是手段较前进。但是疼土地的物件，手段的会正确，会温和的，这是文明社会所接纳的。啊，第二呢，咱卖用外省人，爱用外省人来代替外省人，因为因心自古伊都对永春以来就来伫咱台湾顶，慢慢伫咱台湾人身躯顶头，哦，安尼。啊，第三就是，咱要问第三摆，伊也爱用心研究。1945年，台湾共产党已经伫台湾做英雄了，伊对美国。啊！拢决心要予蒋草他来接收台湾这个英雄的历史，哇！啊，咱爱做好啊，做坚持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一个另外就是迄个民进党创党的真面目，咱嘛爱了解。这就是要予咱台湾往前伫这个冤枉路上，吼、哦，蒋经国吼、哦、用咱台湾人要来台湾。一个足大的影响，哦啊，嘛是予咱爱反省，以后行伫正确路上吼，足一个案例啊，哦，啊，另外迄、那个，着讲包括着讲啊，迄、那个蒋经国，伊头下迄个创立民进党啊，予咱行伫选举即个，即个话大影响大，即，哦，即嘛是，即两个是甲民进党，即对咱台湾影响足大。安尼对咱以后台湾人要行的历史，啊，甚至以后人的历史中，我应该是对咱有足大的帮助，就是安尼。感谢啊！来，那个。啊，迄、那个主宰兄吼，其实我熟悉伊已经足侪年，啊嘛足久无看，啊伊伫迄个。迄淡水有一个新协成迄个饼店吼，常常开画展，啊，搁来伫迄个市台北市的迄个议会的店，迄个是我拢去看吼。啊，我迄、那个其实即、這个咱即个法律建构，其实我嘛听过真侪，解真侪物件啦吼，即个拢去参与。啊，最近就是咱即个台北州州长即个陈清龙兄伊来找我，啊吼，我嘛甲伊推荐几个朋友，推荐几个朋友，啊，由伊出面。因为伊最近伊接触个由伊出面咯，啊来甲我遐朋友解说。我想吼，可能迄、那个我毋知，其实去甲几个朋友伫讲，啊清龙兄，其实我还佫无机会，还佫无时间来甲伊两个做 review， 就讲咱迄个去甲迄个对方对谈的效果。但是我感觉出来就是讲吼，我毋知咱在场的咱遮的朋友，当恁咱去甲咱的朋友讲即个法律建构时，恁是毋是有拄有一寡阻拦有无？有，好，我即摆真诶伫遮，我要甲大家提醒食物件。我感觉咱有一个思考，咱大家爱等到转来。我讲袂对，着怎无？咱今仔日有法度在即摆即个所在来讲要推翻
中华民国政权的代志。即个你有一个背景，啥物背景？就是亲像咱今仔日徛喺面头上，咱头前即个住宅影因，就是讲因过去在中华民国，就是讲因过去，是毋是我会当安尼讲？无听我即个讲法唔对，就是讲因过去哦，要推翻中华民国，就讲用过去咱所谓着用甲咱即卖的法律结构无共款迄种传统的方式，要推翻中华民国建国的迄种的努力伊有做过。就讲过去中华民国伊是独裁，是咱是无自由，咱是集权统治，咱袂当讲政治的代志，对不对？因过去为了拍拼，啊，就是讲将中华民国有予伊民主化，伊有予伊民主化，咱今仔日才有法度伫这个所在讲到咱一回，啊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感觉咱今仔日要去到外口人讲的代志，我感觉咱对这方面咱要加以肯定，因为咱可能咱往往咱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讲话，哎，你这以前拢唔对，啊，恁对方的人，伊他安怎样啊？伊的反抗，伊心内有反抗的，所以伊就无法度将伊的心放落来，来听咱讲的物件。啊，其实这嘛是，这才是一个事实，一个历史的事实。咱今仔日有法度，真自由的，咱今仔无惊啥，无警察来甲咱抄，会当在遮讲话。这个过去民主化的这个成就的咱这个改变，的确是像咱的主持人头前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啦，伊有替咱拍命过。我感觉即个咱先爱家肯定，咱无咱也无家肯定，你一肯就要用即个法律建功，无也要家治嘞。我的感觉可能是治袂落，安尼唔对啊，提醒大家，安尼好无吼？好，感谢感谢。现在还阁有无？有人未？这个先生，这台湾其实是美国的功劳。第一，这个吴文雄先生伫美国求伊请，互伊知影讲，其他人袂使个。看轻咱台湾人，爱重用台湾人，吼、哦、啊！第二，美国伫刘刀义良的命案，知影台湾有恐怖势力啊！咱台湾了个政治人员，一个恐怖的势力较低，美国甲压着，所以这因为伊是被逼的，所以其实咱感谢美国。对，拢会啦，啊，但是你真难变安尼。各位乡亲哈，啊，我有小小的一个意见，就是讲吼，咱在夜间还是出去的时阵吼，我曾经伫高雄有听过演讲吼，不过伊是用咱的名，啊，唔是，我听讲啊未加入吧吼，啊是用咱建国会的名出去讲吼。伊拢一直咧批评民进党吼，啊，我是认为讲咱要用法律，咱的这个理想是对的，但是咱尽量卖去攻击别人吼，因为这精英吼，拄只这位先生讲过吼，因的理念嘛是爱台湾安尼话吼，将来拢是咱的成员吼，尽量不要铸造。敌人这样子吼比较好，咱的人数才会增加。啊，佫有一诶问题，真正严重的代志，就是讲，我曾经捌看52台、56台的这个电视台啦吼，伊这个节目吼现本时一直在讲美国的歹话吼，这个就是伫个洗脑，予咱这个人民将来咱法律建国。美国若来甲咱做公道的时阵吼，大家对美国的排斥真正严重吼，所以讲这个问题，咱哦恁遮先进看，要安来来防止吼，而且来宣传，这个是无事实的这个报道，吼这足严重，因为咱需要咱即摆少数人嘛吼，啊需要真济人来甲咱认同的同时。咱嘛是真感谢美国的同事，但是伊这个中国国民党，伊用这个这种的宣传吼，对咱的伤害甲咱的脚步的影响足大。谢谢各位。感谢吼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吼，咱若阁拖来恐惊影响着过来这个江苏吼。啊，今仔真欢喜啦吼！伫这所在咱回顾过去台湾人为台湾打拼的这事实啦吼，不管伊对啊唔对吼，
拢是对迄个时代的迄个环境、迄个时代的种种的一个回应啦吼。啊，真侪大部分拢值得咱肯定的吼。啊，今仔咱就找出咱一条路，当然是真欢喜啦吼。啊，会当继续行落去安尼吼。啊，希望以后大家继续啊来拍拼，为台湾来感谢大家。Thank you.